注意看，这个会稽国中舞蹈社团太狠了。这魔棒的练舞空间有软垫地板，动作也不怕摔。这是我刚进到这空间时的想法，但我错了。如果把柔道角力队当舞蹈社去访问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双腿及挺腰的动作是在训练，这不是在跳舞。访谈中知道辛勤训练的柔道角力队获奖无数。眼前这位穿黑衣黑裤的同学名字叫小轩轩。最后送上小轩轩在运动会上的英姿，为他鼓掌。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关注会稽国中公民记者社。